其他太医呢？回禀皇上，皇后娘娘突然毒发，其他太医已经过去了，只有微臣在此。那你再给他看看。皇儿，娘娘不行了，李太医说娘娘的肚子里有动静了，皇上您快去瞧瞧吧您。哎呀，皇上请留步。 娘娘，莫非是中了七绝之毒？先是失明失聪，接下来失去嗅觉触觉，娘娘怎会染上如此剧毒？反正也是活不了几天了。皇上呢？皇上在紫虚宫照顾皇后娘娘。这是给皇上补元气的药，明日巳时一定送到娘娘寝宫。是。 给洛尘吃的药，为什么要躲着别人？谁？谁在那？你来干什么？如果是让朕放了他，你就不必开口了。陛下难道不担心皇后娘娘她腹中的孩子吗？你在威胁朕？臣妾不敢，只是问问而已。殿下，这是给您补身子的汤药。臣妾刚好身体虚。 谢皇上赐药，臣妾先行告退。这茶是……快来人，保护皇上！小后这场，皇上。